我已经吵了没？不是你掉下去，我已经努力了。不是你掉下去，我是牛逼。这两个石头，我是铁决定。哦，对，要 cashless。对，我还想要拍 vlog， 可是 Oh my god， 我两个手，我就拿着两个行李，根本就没有，根本就没有。vlog 个毛线，你现在才可以 vlog。干嘛就想要 vlog？ 哎，我没有检查过来呀。Thank you。那你我不是在那个晚上去的，我才第一天去。我真的全部都捡，我头像走。对对对，明白。我自己去找借房间，但是我们没有地租了。All right， 啊，可是看行李，我跟你讲，它真的是，哦，猫呢？到七点半的话，你就来那个站长。可是我们才去吃豆花，然后去大概走走，然后最后才去Marché。可以。再来。Painting pictures with my body。谢谢啊，吃豆花。豆浆豆花。豆花。有点。本来以前那边有event的，就是现在跑回去了。哦。就是圣诞节啊，那种把它给现在回去。这一个背景好看的，你拿卡出来哦，很好，我拿卡。那个瑞士那个大毛，好破的多啊！我来披萨的。你想那个配了那个酱吗？啊，可以选酱啊。没关系，要选那酱是超级 sour cream。我要七分，七分，我一个七分，确定啊？嗯，蛮油的，给它老实啊，油很好吃，我有点忘记了，我们这。One oranges. Oranges. 小杯，小杯。小杯的。嗯。
OK OK 好谢我觉得水很容易很快，不要喝水啊，不喝哈。Okay. 我真的超累，走路啊！我觉得今天的行程就一直走，一直走。Oh my我直接想要踩下来，对面讲话会听得到。你听到我讲话吗？我听得到哎、欸、，HA。一定要靠近玻璃啊！这颗雪梨真的是很呀。哇哦，美真的美。Just like that.另外一车哦，还上了苹果，嗯，里面有植物哎。啊，傻。这是不是大云？真的是白色的，证明这个云。